像刚刚熊哥所提到的，于谦的话，可能他的一个关键在于球速哦，上了一军之后的一个球速能不能够展现出来。尾巴那一段，因为从本垒后面是看不太清楚的。这些球有点挤压到在左半边的飞球。我今天第一球147，第二球我146。那有这样的速度，基本上就这个压制力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有什么这样？来到今天的第二棒林子伟打第一球，这球打得还蛮强劲的，不过正朝着岳振华过去。林子伟最近的话能打，不过还不能够做传球，所以今天是来担任指定打击。外角现在换成了内角。接球走神卡球，结果受到挤压，一个小飞球在岳振华的管区遭到了接杀，所以于谦在今年秋季一军的一个初登板，第一局就投出一个干净的三上三下。广播单位的一个球速或许是一个拉高了，哇，岳振华往前赶快，哎呀，幸好有补救上来。结果现在兄弟的平野总竟然要挑战，因为第一时间林振华对于这个球的一个落点判断有一点点迟疑啊，就是接得很危险。哦，那这样是没有问题。也没有，那就没有太大问题哦。现在应该判决出来很快哦。好，维持原判。我虽然接的有一点惊险，不过这个球还是确实掌握到一个出局数哦。就是这个球走在外角线上，有点尾劲卡进来哦。中间方向的弹跳球，哦，二垒手抓篮板传上一垒，还是有 out 哦。哇，岳东华跳起来把这个高弹跳球抓下来之后呢，快传一垒抓到第三个出局数啊，靠着手背的一个帮忙之下，于谦连续两局都是三上三下。半局从第四棒的陈俊秀这位打者，在这个系列赛乃至于最近的表现都非常火烫。这一球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蛮深远的位置，结果欧巴形成了长打，现在一个弹跳就弹出了洲际球场，所以是一个二垒安打。那陈俊秀就是在第一局三，哇，这个球在右外方向已经是甩棒了，来看最终的落点。结果是哇，有够远！结果是 home run 两分炮，哇！陈子豪也是连续两天炸裂哦。这个时候呢，打出了一个右外方向的两分打点全垒打，是他本赛季的第五轰。哇，在这个系列赛，兄弟真的是打疯了。对，哇，烟火秀齐名哦。哇，这个仰角跟距离都有够远哦，420英尺的一个推定距离。外角低的坏球，魔神乐要想办法赶快去找回第一局的手感。对，另在这个半局靠着中心棒次的串联，陈俊秀、陈子豪的长打，现在攻下了两分，这一球压得非常的低，三振掉了王振顺。现在面对到零五，很快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。再来一个球，三球三升好，三振掉了零五进尾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出现了安打。哦，这个时候掌握到球高起来啊，被杨山河打出一支扎扎实实的 hit。哦，艾斯特看得很开心，在好球带的一二三四五六这个位置他是打得很好的。结果这一球是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才一垒抓到第三个出局数，结束了兄弟在二局下半的攻势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，林晨飞敲出了这场比赛乐天桃园团队的第一支安打，也是他在这个系列赛个人的第一支安打。应该彼此都能够感受到。接球打进场内游击方向漏了一下，之后呢再传上二垒，第一时间没有接干净，所以没有办法做第二动传上一垒的传球。不过还是有封杀一跑二的跑者，得分非常的快速。接球打非常扎实，在右外野方向落地。这个时候呢，应该会形成长打了。出力球还花了比较久的时间，向林振华绕过了三垒之后呢，继续加足马力往前冲刺。陈晨威敲出了三垒安打，终于哦！乐天桃园在这个系列赛的长打开张，马上就带有打点，1-2。林志伟这棒，这个落到后面去。现在三垒上的跑者要回到本垒，这个时候发生一个爆头，送礼物。那个位置进垒，但出去一点。
这球拉回来在右半边，捕手要外角，但是投得不够外角，这时候被许继宏来扫出一支右半边的安打。对，哇，球速其实是投手领先的。对，而且修正也来得很快啊、哦。真的，所以陈俊佑是进了好手感。这个时候走喽，传二垒传的还蛮快 ，C， 要不要挑战？很接近。陈飞这边要挑战，放大看一下，飞机放大了，因为有很多飞沙走石啊。这个时候手套已经触到没有问题了，是飞沙走石挡住。所以啊，真的如果是桃园队今天在客场嘛，客场说接下来行政人员都要先准备一个列表机。那主场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主场应该自己就会有办公室的列表机。究竟兄弟在这个半局能够持续来进攻，还是这个半局的一个攻势戛然而止呢？二垒攻防战 ，out！ 桃园队挑战成功，张敏勋的一个盗垒阻杀，抓到了想要偷二垒的许继宏，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。这个半局兄弟的攻势虽然出现了安打，不过是一个变相的三上三下。那产生位移的话，在球速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引诱的角度。那有产生位移，下一球你可以决定说要不要继续配，那角度就可以做转换了。哦，这球带起来在右外也放上非常深远的飞球，一去不回头。梁家荣这个时候也打出了右外方向的阳春全力打，帮助桃园队在这场比赛现在是取得了领先啊！哇，这一球击球的一个初速154公里，基本上就要来到了29.29度。哇，这个时候是梁家荣今天球季的第二轰，捕手放在外角，这球打右半边，哇，一垒手接得漂亮。陈俊秀是一个美记的守备，帮助投手抓到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。然后两坏，哦，这球打蛮扎实的、哦，在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界内。这个时候林振华有得跑喽，绕过了二垒之后呢，要继续往三垒走。这个时候回传球扑下去 ，Sorry， 振华 ，You are out。但是这边要挑战，哇，要挑战三垒的攻防战。阿公，阿公也笑了。我看这个还没有哦。三垒手游志清先生原判是判定奥特触到了，但是手还没到垒包、哦。后面陈诚伟已经在笑了，在笑了。三垒的攻防战维持原判，奥特出局。对，林振华虽然从于谦的手中啊来赢得这次东体内战的一个胜利啊，但是二垒打要往三垒走的时候呢，遭到了触杀。对。先看到、哦、这个球，哇哇，这球非常扎实，在右半边，哎呀，判断错误了。这个时候有得跑了，林吴敬伟敲出了今年球季个人的第一战打，也要来拼三垒吗？这个回传球来考验一下，下传太高，发生了爆传，哇、哦，直接传到了界外去啊！林吴，是不是刚刚差点有些判断上的误会呀、啊？林吴敬伟今年球季的第一战打是一支三垒安打。外角球，这个时候让杨翔和是遭到了三振的，变成了电风扇。打高了，地球就出手，内野的一个冲天炮，三垒界外区啊，沿过去，哦，稳稳的完成了接杀。哇，连续两个出局数都没有办法，林吴敬伟送回来哦。那这样来讲，两出局，魔神队也有机会把这一分守下来哦。哇，这个变化球精彩，让岳东华挥了个寂寞，遭到了三振。今天魔神乐单场的第八 K， 化解了这个半局的失分危机，也让兄弟在五局下留下了残垒。目前前面五局打完，乐天桃园暂时以3-2一分领先中信兄弟。今年这一圈的首胜，软弱的滚地球要赶快处理，传上一垒啊，传高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呢没有抓到，反倒是让林子伟站上了一垒，发生了一个失误。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投出任何的三振，捕手换成蹲外角，两好一坏，打进了场内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游击再往一垒送 ，out I say， 哦，一垒手想了一下，满球数对决，接球，哎，哇 ，pitcher overtime 吗？又被判了啊！其实这样子加了一个坏球，就要
朱玉贤就要直接上垒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于谦被判的一个投手犯规。哦，那从主审抓的。对，那如果以这个动作的话，可能就是说他做一个 settle 的动作，固定式的投球没有明显的定顿点。顿点。他是在一个连续动作的情形下做启动的。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于谦的控球。这球打高，在左外方向的飞球，詹子贤完成了接杀。现在球数是打者这边比较有利哦，一好三坏。这球打得蛮扎实，正朝中外手过去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岳振华掌握到了落球点，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接杀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桃园队的攻势，最终留下了二垒得点圈的残垒率。造成刚刚我们的一个误解了，以为是哦，这球拉得非常扎实，在右外方向的平飞安打。这个时候六局下半，第一位上场的打者许基宏敲出安打，站上一垒。今天他有两支安打的演出，所以梁家龙是因为投手犯规来到二垒。二垒，这球出棒打成了在中外方向很深远的位置，林振华还在往后退，结果出、哦、接到，接到了，接到。What a catch！ 林振华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冲出去了，哇，不敢相信，居然接到啊！这个球是接到哦。再来看一下中外野方向最终的落点，哇，超漂亮，真的是接到哎，没有问题，哇，十星级，最后还加上一个跳跃哦，来看一下。毫无疑问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十星级的超级美记，本周的最佳好球就是这一颗、而且起身之后不晃，赶快把球传回到内野，抓到两个出局数啊！这个变魔术变出了两个出局数，兄弟今天第二次的挑战也用完了。对，画面其实拍得非常清楚哦。林振华今天周记魔术师哦，这一个画面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再来重播几遍啊！陈俊秀想说稳了吧，哇，先举手了，哇，从天堂掉到地狱，篮球秀对决，哇，结果太出去了。李正昌今年球技滑球有时候就是会这样，突然之间时好时坏。这球碰了一下，有战术，一垒手接球之后呢，抛给补位的李正昌，赶快去一垒。嗯，相差一倍哦。哎呀，丢到了林振华的身上，出身球，能够稳住场面哦。结果坏球，这个时候投出了四坏球保送。哇，这个半局的三位上垒者都是四死球，包括一个触身球，两个四坏球。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喊个暂停啊？郑昌刚才有示意休息室的人上来哦，应该他不是安排这一局要上场的投手。对，那现在这一个李正昌退场应该是以伤退哦，受伤。对，那主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理由，所以王凯成就可以比有这个很充分的一个时间来做热身哦。林志伟球数两好三坏对决。这球拉回在右半边，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岳振华接球传一垒，哇，拆弹成功！王凯成再度化成激动哥啊，因为他化解了一个满脸的失分危机，让桃园队打中继。桃园队来进行投手的更换，换上背号四号的黄伟成，两好两坏，再来一个，哇、哦，这一个声卡球漂亮啊！今天阿明是单枪的领到了有第三 K。声卡球最难打，就是像他有这样的一个下沉效果。高一杰这一球打成了在右外方向的飞球，陈真伟已经是锁定住了，完成了接杀。这个打击一系列都放在外角，把球过来打高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林振华已经喊了 my ball my ball， 但是陈真伟不让你接，不能够投进好球袋。打击出去，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很深远的位置落地形成安打。现在林振华又是快马加鞭抵达了二垒。哇，林振华这场比赛大放异彩啊！
滚地球出现来考验一下游击手，反手拦截之后呢，传上一垒 ，C， 这个时候要赶快传本垒这边滑回来 ，C， 哇，相当积极的一个跑垒啊，滑回了第四分。哇，那这个乐天这边来追加保险分了，那兄弟这边要不要啊？这个没有了。乐天桃园推出阵中的 closer 陈波豪要来站上投手球，两支安打都是强打，包括一支全垒打。哦，坏球。这球出棒在右半边的飞球，右外野手陈晨威绕回来完成了接杀，陈子豪必须赶快回去了。有点受到挤压，有点切到。对，东华笑得很开心。两好两坏。接球打进场内，投手接球之后呢，传二垒，哎呀，球没拿出来，哇！所以封杀了一跑二的跑者陈同恩，是靠着野手选择站上了一垒，拭目以待对决。追球外脚低是坏球，队长在这个系列赛首度来站上打击区。这球拉回来在右半边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没有拦截到，现在穿越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回来，陈同恩回来攻下中信兄弟的第三分。现在看看怎么样来对决，两好一坏。这球棒子有没有出去？有，出去！哇，这是一个再见三振。侧面来看一下，冲出去了，没有问题。哇，陈柏豪顶住压力。投出一个再见三振，中场乐天桃园4-3，在这场惊涛骇浪的一个比赛当中哦，是笑到了最后一分之差来气走了中信兄弟团队，中断了最近的一个3连败啊。魔神乐先发投手则是拿下了今年球季个人的第4胜，而且是一个4连胜，